昨天我们逛了乔治湖的那些名品商店，那个价格挺高的，而且关键是那些个它的款式还都是老款，一点都不好。但是今天我逛它这个一个农场啊，在本地挺有名的一个花圃农场。你看你开农场，你可以喜欢做什么生意你就做什么生意。你比如说像我是喜欢做这个什么酒庄啊酒庄，有的喜欢做高尔夫球场。如果你喜欢花的人呢，你可以买个农场做这个花圃也挺好的。你看它这个花多漂亮啊，我没见过这种花，大的啊。这叫什么名字？ What's his name, darling? This? Yeah. Rose Mallow. Rose? Oh. 这也是一种 Starry, starry. It's not really a rose, though. It's just what we call it. Oh. 哎，我就想 These are black-eyed Susies. 等以后我要换了我喜欢的农场之后，我就会种上很多这种比较特殊的花啊。你说那种就是普通的那种觉得不怎么好看，像这种不怎么常见的，哎，这棵长得真好，这棵它你看这么多花骨朵还没开呢，哎，那没写着价钱，这么多花朵要一开了多漂亮啊，跟荷花似的。刚刚我们住的那个露营地那个地儿我忘了没给你们拍，它那河里边那边长了好多荷花啊，都是野生的荷花，白色的，不太大，但是哎，白色的也挺漂亮的。这农场主人经营的这个花圃，它有好多这个建了好多温室啊 ，greenhouse， 在这里边培育的这些花，有一些还是挺不错的。瞧这大花，我喜欢大花。啊，这儿有好多呢，就是带看看它这边挺这个这里的这个卖花的农场还是价格非常好，5块钱就买那个吊那种吊着的花，现在人不很多人都挂在门口吗？去看看它清仓的那些5块钱小花小的那种，一小盆一小盆的那种，是1块钱。每年你要是想买花，7月下旬就开始打折了，7月中旬打折，到8月份就清仓处理了啊，因为可能也开不了多久了，从春天开到现在，有的花都开凋谢了。这边是它的果树，我刚才看了看这果树，主要是各种，因为我们这边的气候它适合养，就是长这个苹果和梨，它主要是各种各样的苹果，有红的，有黄香蕉，还有的你看都结了苹果了，这个现在5折也是的，哎，结小苹果了，35块钱，这样。那边是梨树，35块钱。我想买枣和枣树和柿子树，转了好多，这个农场都没有，可能只能是亚洲人开的那种花圃农场有苗圃啊。美国人可能他们这那是亚洲水果啊，美国人不太培育。秋天适合种菊花啊，它这个菊花是4块钱买两个送一个，相当于3块钱一个吧。这菊花到秋天能够开的时间比较长，也很艳丽。这小白花多漂亮啊 ！Buy one get one free。小紫花，我也喜欢紫色的。
看一看它有各种各样的玫瑰花，但是我不是特别喜欢种玫瑰，因为搞不好就扎了，这是扎手。玫瑰没有打折，39.38。Darling, what's that one? That's fruit tree, or no? 哦，但是玫瑰真香啊，太香了。也是38块钱一盆儿，玫瑰不打折。这种能够过冬的都不打折，那种不能过冬的，你要想明年再养，只能把它放到屋里去啊，在外边就冻死了。太香了，这玫瑰比香水还香呢，还。走近了，怪不得人们都喜欢玫瑰呢。这个就是那个宝石沙龙吧，比较受欢迎的。这颜色很亮丽，黄色的一般是那个什么夏洛特夫人呢、啊、我喜欢那黄玫瑰好看，绣球其实我喜欢小绣球，这大的不好，这大的有时长得跟个大树似的在那儿。这很大的绣球，哎 ，This is a fruit tree, or no? What tree? They're magnolias. They're about $500 each. $500. Yeah, the bigger ones are. These are just to look pretty in your yard. They have flowers in the spring. They know fruit? No, not that I think of. Not. What's their name? Yeah, this one's called a lollipop. It has white flowers.It makes a little fruit, the deer eat. Oh. People don't eat though. Oh. Here, look. 这也挺便宜的啊，5块钱一颗。这山楂树吧。哦，就是这种，咱们叫这个。其实到我们家有一颗，这个到春天这花开的也很迷人呢、啊。小花，小粉花开的特别迷人，这才5块钱一颗。挺值的，它都结果子了。这个他美国人说不能吃，其实这不就是咱们那山楂吗？而且这个山楂把它晒干了之后泡水喝，对血管疾病是有好处的。那清仓打折的，5块钱能买一个挺漂亮的花。哦，在这边，这5块钱是吊篮儿。这些个，他们培育的这些菜啊，有青椒、西红柿，还有西瓜，这些都是1块钱一颗。这上边这吊篮，这些吊着的啊，都是5块钱一个。这下边的这些小的都是1块钱，看有点开过了，所以就便宜了。
这都是1块钱一个，挺好的。你看这1块钱还挺大的呢。这个我见过，他们有的买好多颗，你看这一颗不小呢，买好多颗，这1块钱挺值。你可以买好多颗，把它都集中起来种一片，特别漂亮，比放在这个盆里边要好看。要不一会儿我买个10来颗回去把它一种，但是我那院里因为后院树林里边鹿太多了，我买什么都被他们，没隔几天就被他们吃了。上周我刚买了2盆花，我喜欢地栽啊，结果地栽了没过2天就被那鹿给吃了，我都惹不起他们了。这些花都是1块钱，多便宜啊。这个也好看，你看这个要栽一大簇啊，这一盒子可能是20个吧，啊，20个栽这一片也很漂亮。然后这上面的这些吊篮儿，5块钱，这不叫吊篮啊，那就吊着的花儿。那这花也是1块钱一个，我看有一个加拿大的朋友叫石真的，他总做这个花的视频，但是他那个都很贵，加拿大比这边要贵多了。哦耶，多漂亮的呀，挺大的，才3块钱现在。这边是3块钱的，哎，这边又是1块钱了。哎，这个温室 greenhouse 里面全都是打折的。哎呀，我要想养花，我必须得把那个篱笆圈起来，这也1块钱。你看这也挺漂亮的，这种彩叶的。瞧这么大的，这个才多漂亮啊，才3块钱。好大的这个，5块钱，这个。就在后边去看看，哦，还很难过。这些都是1块钱的。啊，这个真漂亮，这个。这多漂亮啊，瞧，这是他的农场，他那后边都是他自己种啊，自己培育。一边种着一边卖。哎呦，这么大的都是1块钱哎。这边也都是1块钱，这所有的都是1块钱。Darling, can you help me check how much I like this big flower?我喜欢这开大花的，这是小的，长小，那个长大了的开的花就更大了。那怎么有的都不标价钱呢？好的，那今天就把 21 哦，
You see, you like this one. This one is only $1. Yeah, it's the end. This $1 is beautiful. These little ones probably. Notice. Oh, these. Yeah, $1. Yeah, 所以说你要有个农场多好啊，你想干什么哈、啊、你喜欢高尔夫你就把它弄成高尔夫球场，你要喜欢这个像我似的喜欢酒吧就开个酒吧，你要喜欢种植养花的话你就可以开这么一个花圃啊，卖花也挺漂亮的，每天在这些花里边转来转去的，这个种花的农场好大。这也是这附近我们搜索之后看到的比较有名的一个种花的农场。谢谢大家收看，欢迎大家订阅点赞，拜拜。